每天他都会经过教室的窗前，而且总是在上课的时候。你说呢？明知你不在，还是会问。你知道他每天上课都经过我班级？不知道啊，因为我是一个艺人，我都不知道。你去班的长得超帅，然后他都想夸我，长得帅，但是听说他常常翘课打架，也跟那个谁说的蛮尴尬。没有啊，因为我常去教官室会考他。教官室哦，对，他常跑教官室，因为他是会体育的，就是很有人气又体育的，那就长得帅。这是一个冰冷的人会有的行为吗？那还是一样啊，是形状不同而已。翘课就是翘课，不要那么多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最好不要咬太紧，因为我的话也是。知道吗？从以前到现在，都没有想要跟他聊天。那也是你愿意给我机会，那我就。一直以来，我在学校里是独来独往，所以都是一个人。但在这里，发现我们还是一个人，因为自从跟你相处以来，你都陪在我身边。叫我下钢琴，如果没有上来找你，你也不会弄这个狼笑。哎，你觉得喜欢的感觉是什么？每个感觉都不同，那你觉得什么感觉？我想，就是我的感觉。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如果你对我这感觉都没有，都是上来找我，我他妈无缘无故帮我，他只要同情我吗？亲眼都已经跟你告白，你要敢去吗？怎样？现在大白是不是？不想告状，不告是不是？你有 S 的口舌，听说拒绝人家。不会装狠对不对？你觉得靠光能骗到我亲眼？哎，你知道吃到那红牛的饭吗？他知道，他能。我有没找到青燕，青燕没事吧？我妈妈找到你。为什么你要对我妈妈？我明明都已经拒绝你了。因为我喜欢你，不管你变成怎样，我还是喜欢你。是你让我看清这个世界。
就变回了两条平行线，但至少我们曾经交汇过。